片哦。哇，这个粉红色。然后这一次的话又来到了这个吃到饱的环节。是牛排的话，它有分等级，300到800都有。那如果你想要吃那种很精致的牛排，好吃的那种菲力啊、热眼牛排的话，它是差不多论局是在500到800块。太阳拳，哎，有了，开太阳拳，哎，开始了，靠北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样会不会太远？不会哈、哦，还好我是德瑞克，哎，不是德瑞克，我是德克。对，今天的话我们到了台南，然后现在的话我们等外星人跟贤祖，因为我们是分两台车过来，要求要求要求拉啦。然后这一次的话又来到了这个吃到饱的环节。这间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，这个是从台中高雄，然后听说之后还要到林口啦。然后我们今天来台南玩，一样来给老板捧场一下，牛市牛排有看过的人应该都记得超划算，吃牛排，然后他所有的其他的buffet啊，全部吃到饱。而且，哎，不知道老板可不可以入镜哦？老板如果不能入镜，我帮他打马赛克啊，我打马赛克。对，哦，这间好像更大哦。对，这边是目前最大间。对啊，哦，大天哦，刘聊到进大观园。那我们本店用餐时间呢为90分钟，每个人需要点一份排餐，就可以享用那边的自助吧。OK。那我们这边有收10块的清洁费，好，没有提供外带，只能现金付款哦。好，巴拉，好，也是吃到饱。披萨是吃到饱。杂物也是吃到饱哦，很爽。你看薯条、地瓜球，然后这个是星星肠、煎饺，它这边还有蒸笼，这准备中。哦哦哦，修修修！你看它这个牛肉罗宋汤，它这个肉，这都免费吃的。它这个超好喝，这个可以直接拿来去那个叫什么胶崩，你知道吗？它很像是那种卤牛肉饭，你知道吗？它这边的话，直接现场在后面就是直接做给你看，然后后面直接在做这个披萨，在做披萨。哦，它就是饮料哦，然后冰淇淋，杜老爷跟这个泰国的名果，马铃薯泥的创意料理，这应该是类似像是章鱼烧之类的，麻辣烫，然后这个是炒蛋菜，炒面，炒猪肉，吐司，一堆酱。还有熟成咖喱耶，咖喱饭吃到饱。然后这个是什么？哇，这个牛肉也太多了吧！银汤啊，银耳汤，刚好有现烤的出来。哦，好爽哦！欸、它还有甜的耶，那种什么叫做波霸珍珠的？这应该是什么沙茶炒猪肉哈、哦？哎呀，你要吃把布吗？一点点。看起来好绵密。对啊，哇、哦，你看这个，哎、欸，它给料也不手软耶，里面还有肉耶。里面是有肉的，好，来咯，呜、哦，哦，料很多，哎，随便挖都有肉，都有料。他每次来吃，人家吃到饱，就是一定要先给人家吃冰呐、啊，他这样子吃热吃冰，他都不会落晒，真的是很奇怪哎。咖喱饭对不对？我刚才看有一个人，他应该是这边的熟客，他直接装这边哎，这个哎，你看这个肉，这个太夸张了吧？这是免费吃到饱的肉哎。我们等排餐到之前，我们先来吃、欸。这个真的太爽了！你有看到那个肉吗？我直接拿来，我们粗人哈，我们粗人直接拿起来。这个这样子，基本上在外面卖汤，这样一块应该就是可以60块了吧？嗯，猪肉，我本来以为是牛肉，它是猪肉。嗯，拍起来，哎，它咖喱饭跟之前拍的不一样，它之前拍是比较黄日式的，这个感觉是那种有层次的哈。比较黄的。哎、欸，这个感觉是更火气更大的。哦，超好吃，超好吃，而且里面是有肉的，它的那免费的咖喱饭里面是有肉的，肉的，很像我们那天去台中吃的那个咖喱，很有层次的那种。嗯，它是辛香料重，但是又富有甜味的咖喱饭，有层次的咖喱，就像是我们的这一圈，我们一样有层次，就跟我们一样有层次的，对对对对对对。没有没有，不是你，没有你，没有你，没有你。披萨，哎，中间这个包是什么哎？酸奶，对，去对酸奶，哦，这个有这个层次，它中间是加九层塔，好吃，这个好吃，好爽。哎，其实我这样刚吃我就快饱了，就是光吃这家，而且我看它很多居然都是家庭客，然后这一间店为什么会那么火，应该大家知道的。光是我刚才那样介绍，它的排餐最便宜是350块起跳，你就可以吃到刚才所有的buffet。一开始第一次去吃的时候比较穷，所以我们就吃350块的牛排，后来我们直接加码。
哦，财富自由加到850块的乐言牛排。大家知道财富自由的定义是什么吗？我吃卤肉饭，我敢直接点烫青菜，超猛的，我想都不想。我明显感受到老板对我仇富的眼神。哦，来了来了，翻报纸大。哇，好大片哦，很爽哎。石头是做加热的，那石头冷掉的话，可以帮你做更换。好，哇，他说这个是幸运石，要吃之前手要先去抹三下。我跟他手借我。哎、欸，我刚用舌头舔过了，我也舔过啦。试试看。我刚才拿我的奶头去抹。哎、欸，不对啊，这样老板会不会以后不让我们来吃饭呢？哦，哇，好厚哦，超大一个。哇，炸牡蛎耶！哎、欸，这样子炸牡蛎，这样一盘你猜多少？没有，要不是不用100块哦，不用100块，这个不用100块。哇，这个粉红色，然后你可以切一小块，他说可以旁边放那个叫什么石头去烧呀、哦，好香哦，好大的乐眼哦，光看我好久没吃牛排了。哎，你的脸大。哎、欸，真的比我脸大哎，很难得哎。有吗？有拍到吗？哎、欸，好像没撒出来。嗯，哇，好好吃，很嫩，感觉就是那个油脂跟瘦肉比例是两个混合 mix 在一起，超多。你看这个油，它是自然的那个牛油，就从这边上面，你有看到吗？端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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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端，这个肉汁哦，那你的好吃吗？哦，它的切面也太漂亮了吧！哦哦哦哦哦哦！啊啊！阿姨啊啊醉啊醉！熟了，很嫩哦，他词穷，他词穷。哦，哎呦，肥死了！来拍他的汉堡牌，好可爱哦、喔。然后这三杯是熊熊奶茶，哎，熊熊奶茶。奶茶的部分的话，它的奶茶可以再续杯一次。那如果喝不完的话，熊熊奶茶是可以做外带的。OK， 哇，好扎实哦。可以去。好吃。哇，这个是汉堡牌。哎，你羡慕不来的啊。哇，嗯。嗯，不过我想象，我本来以为是粉粉的，它是绞肉，很扎实的，就很像是外面吃那种美式汉堡牛排的那种肉哎。嗯，刚才我们不是吃咖喱超好吃，它是那种熟成黑咖喱，所以他就说现在很多人来他们店里吃都是点排餐直接沾他的咖喱酱，所以我去拿一个咖喱酱来。嗯，暗黑不是暗黑料理，各位观众，哦。好，来吃了。嗯，哎，它牛排肉质真的很好吃，咖喱酱很好吃。我觉得它咖喱真的可以拿来外面直接做开店了，真的是不夸张。哎，阿姨，我不想牡蛎了。你知道为什么要叫你沾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想要你中风啊！一口吞下去，吞下去我就不建议。哎呦，喷汁，好恶哦！那刚才居然出水了。那这边呢？这边警察先生，我刚刚的邪恶的念头真是不行，因为我刚刚有突然有想到说，哎，那如果有没有人就是来这边就是吃排餐，就他排餐不吃，把外面那个自助餐吃一次，然后把排餐打包回去。我刚才有想到说，如果有人就点排餐，然后就是把那个自助餐吃饱，然后自己又把排餐打包回去，其实这样对店家很不划算，是不行的哦。对，大家不要学坏哦。好啦，来做一个结尾。冰淇淋这一间的话，基本上现在台南店，我觉得是目前是看过他所有店里面最大的一间。然后刚才听老板讲说，九月的时候他在那个桃园龟山长庚那边又要再开一间，哇，爽！我告诉你，离我更近，我到时候也会带我家人去拍，不知道要不要带他去拍啦，因为他吃太多次了。对，不用讲了，就很好吃啊，就是。牛排的话，它有分等级，300到800都有。那如果你想要吃那种很精致的牛排，好吃的那种菲力啊、乐眼牛排的话，它是差不多论局是在500到800块。那如果是普通的牛排的话，跟鸡腿排还有猪排是350左右就有。那
刚刚所有的这个热炒冰淇淋、披萨、炸物啊，然后咖喱饭啊，然后很大的那个排骨，全部吃到饱哦。你只要有点排餐，就全部都吃到饱。所以刚刚你看那个画面，整个是怎样客满？他几乎说每一间我拍的都是客满的。这个老板真的很强，我们期待他看上我们宜兰啊，对不对？期待他看上我们宜兰来拍了。好了，那店家的资讯我会放在影片底下，喜欢吃吃到饱的人真的不能错过，来吃吃看。拜拜，拜拜，好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